快啲咧，中間移動過去咧，幫手攔射個位。咁啊，起波方面個百分比，荷蘭暫時個重要高潮，不過其實兩隊都高嚇。中國隊亦都有62.5%。如果話中國隊維持到有咁高嘅起波百分比咧，就唔係太擔心，因為對於佢哋咧，一傳到位而做嗰啲一攻咧，就一般嚟講係冇問題嘅。 有冇增加到咧？就係佢哋做戰術啦，個基本要素啦。咁一傳到咧，就好容易咧，就俾佢馮坤咧去思考下，去做啲咩嘅戰術啦。馮坤，咁啊，今日表現咧唔錯噶。呢邊打翻快攻，啊，做個修正先，揾回射位，嗱攞翻先啦。 啊！呢個波咧修正得麻麻地啊，唯一嘅調整過去，但對方咧三個人難忘。當然荷蘭隊亦都真係個難忘咧，過往幾場波嘅得分亦都係主要嘅能力嚟嘅，因為幾高大出場嗰六位正選咧，有兩個係1米9.1，一個1米9.4嘅，相當高。呢個波咧配合上問啲問題啦，俾翻機會咧荷蘭隊啊！呢個波打得正啊，打下場先啦。 反超前1分啦，領先9-8。一傳就破壞咗啦，唯有做個後二打，但對方難起咗啦。荷蘭隊做個反擊，呢個波應該冇得手啦，因為避守啊，變咗打出界啊。咁啊，1人1分嘅啫喎，而家。 即係暫時大家都唔算話有機會拉開，衝分試過，但係互相有衝過，但係拉唔開唔個差距啊！黃安梅嘅發球咧就幾好啊，破壞到咧對方啦。呢邊咧做個反擊先，啊叉燒，哎呀對方防守好啊，都夠氣啊真係。好四個位，夠得靚啊！短咗少少啊，唯有做個調整球先，俾翻機會咧荷蘭隊。 好，把呢個機會啊，俾咗後排啊，黃安梅打呢個波咧，就對方早跳咗啊，見到咧黃安梅跳起咗，對方嘅12號球員咧費拿咧一齊跳，但係跌咗落嚟先咧個波先過。咁所以有時候後排進攻就係令到對手啲攔網即係時間上嗰個攔障壓啲啊，咁都好喎，即係開個初段見到黃安梅都啊起碼兩次後排打啦，有得一傳慢慢嘅啫，係啊，打個修正波彈到落嚟㗎，俾翻機會咧中國隊。 我睇下做咩戰術先啊！一個後快啊，險啊，周松，但係呢個波咧，對方啊呃唔起啊！其實係難到，不過好彩周松咧個力都喺翻度啊，單對單捉到嚟難㗎。誒，驟眼就周松好似又揩到波添喎。冇錯啊，咁啊，球證咧判咗俾咧就荷蘭隊，個分數變咗平手嘅。好在四位亦都打穿對方一次嘅籃網。 四號位方面，如果打得穩定啲嘅話咧，中國隊成隊嘅信心就會好啲，即係話一傳一麻麻地嘅話，都仲有個保險啊。好啦，呢個波飄啊，哎呀，叉燒冇食啊！我俾翻四號位，避手啊，呢個波咧就冇辦法啦。個波比較短啊，咁同埋比較埋網啊。咁啊，如果你唔避開手咧，就真係打到埲牆度。場內經驗好都有呢個波，就唔使食落去嘅，跳起攔翻落去都有機會攞分啊。 有時真係慢咗啲咁多就冇辦法，輸咗餐事。好捉住咧呢邊啊，四號位啊，咁啊始終都係咧荷蘭隊咧就喺二號位嘅進攻啊特別多啊。一楊浩真正嚟講嘅身形亦都唔算高大啊，所以一壓到阿徐雲麗嘅話咧，佢哋覺得啲二號位嘅強攻啊有把握嘅。徐雲麗要試跳嘅啦，呢塊好。 出手快得㗎啦，點而家嚟講同阿馮君都真係未係配搭得好好嘅，但係主要你揩到個波有嘅。用呢個波咧睇到啦，徐雲麗啊身高啊1米96嘅優勢啊，打個長線咁啊對方咧揩都揩唔到，係破壞一傳啦。好，做個修正波。哎呀，呢個波咧有啲誤會啊，轉手腕亦都靚啊，試咧就。 史泰倫斯咧就真係呢個波就打得靚啊！四次
後球得分啦，已經有四分啊。不過頭先個波佢哋放得個籃網嘅話，應該後排要守得穩陣啲起呢個波。啊，傳到啊，太短啦呢個波，俾翻機會咧就荷蘭隊後排進攻攔到啊。馮坤咧同埋咧徐雲麗嘅配合啊。不過睇頭先嘅進攻都有啲擔心，就係、是、有即係起翻兩下波俾阿楊嗰啲波咧，係真係唔好到㗎嚇，咁又係焗住陰波嘅。因為咧頭先一傳咧比較急啊，即係直飛落咧就二傳走洪坤嘅手度啊，咁唯有做個反應清出去。啊呢、這個波咧睇到楊浩啊，一個靠個識發球咧直接得分。發球亦都以楊浩同黃一梅嗰啲啊係容易啊衝壓分，咁所以一到楊浩發球嘅時候咧，我哋期望都大啲。希望不要俾到壓力佢。咁啊喺志奇發球嘅時候咧，拎分咧就中國隊形勢咧就轉變咗啊！有你啊！四次擊球，過唔到網嘅打呢個波。仲要加上咧，對方啊自己嘅失誤啊，咁啊而家比分咧去到15-13啦，咁啊中國隊咧領先兩分。哦，尤其佢係爭一分，個調動咁啊，照計又可以熟悉啲。亦都帶住呢支荷蘭隊真係越打越好啊！咁啊，繼續楊浩發球，第一傳到啊，俾翻二號位啊，始終追住咧就二號位去打啊。即係諗住而家都係二號位進攻多啲啊，對荷蘭嚟計，中間短波佢哋都唔係多嘅算，即係起碼咧就徐雲麗喺呢個位置咧，而家叫構成咗啲威脅俾對方。第一傳到啊，快攻揚起咗啊，咁呢啲波咧就絕對冇問題啊。入邊有16-14嘅中國領先兩分啊！入去技術暫停。嗱，剛才咧就16-14，咁啊而家咧就由黃一梅嘅四號位攞多分咧，個差距再拉開多啲咁多三分啊！咁啊做呢個防反咧就非常之精彩啊！咁啊睇到咧就黃一梅啊喺四號位嘅進攻。到呢個16分啊，多數有一啲嘅調動噶啦，就係、是、啊楚金玲出嚟替補啊開個發球輪次。咁啊，利用下楚金玲啊個發球嘅威脅啊！呢個波起得麻麻地，修正個四號位，想打足手啊，就到先啊，調整過嚟。哎呀，馮坤啊自己嚟啊，守到啊，快高養緊咗啦！呢個波打足手咧，對方救起。啊，仲有啊，中國隊碰起咗先。哎，太迷茫呢個波！第一個後排進攻，有少少捉手，就話捉手啊，俾咗個旗號，球證亦都話係。唔係有啲可惜就係頭先阿周松豪波變得太飆啊！如果唔係可以做一下咧一啲戰術嘅啦。太迷茫咧，變咗咧就係馮坤咧就跳曬上去啊，都識唔到呢個波，唯有將個波撳過去啊！咁啊，六號嘅奧斯利，唯一傳到啊，俾翻個快攻啊，呢個波啊配合得靚啊，有阿南直接咧自己啊後邊啊背飛啊，亦都暫時第一局唔算用得多啊，咁我哋好想見多少少呢啲誒小組嘅戰術，破壞到一傳啦，不過四號位進攻啫。啊！呢個波咧啱啱打喺手頂啊，改變方向，咁啊，張蘭咧撲都進得夠唔起啊！咁啊，睇下咩調動先啊！咁啊，九號嘅美拿斯咧就係啊調入場噶，咁啊幫下咧就前排攔網啊！上到啊！即刻打下小組戰術，哎呀，但係好可惜啊，後邊啊冇曬人啊，俾對方攔到嘅時候咧，就中國隊長區咧後邊咧就係完全咧就冇人咧去準備起呢個波。咁啊危險啦，俾人哋攔網得分真係衝咗分數嘅。換一換啊，周蘇紅個位置啊，李生入替。咁好少可啊咁樣換法啦嚇。啊！呢、這個波咧，球證啊吹埋，
因為想去救呢個波嘅時候咧，就即係馮坤咧係後排球員啦，掂到個波即係等於咧攔網，攔網咧就 overlap， 咁啊球證咧吹咗犯規。佢頭先咁樣換李生咧，就即係李生代替周宗龍咧，佢係正路，但係喺咁嘅位置換咧，就真係少啲。係啊，即係意思係周宗龍頭先嗰啲嘅起波唔係太好嘅，所以作個變動。但李生就係一出嚟第一個波又起得唔靚嘅。啊，當然㗎啦，即係你換咗出嚟咧，如果俾我自己落場打咧，我都會咧追翻你嘅，因為你一落到場咧，一定係唔習慣，唔習慣嘅時候咧就追住你開。希望就李生啊喺呢個習慣咧，就係場內嘅氣氛啦。咪頭先個優勢冇曬㗎啦，即係頭先有兩至三分嘅差距嘅。啊，咁啊，陳忠豪教練咧見到頭先個波咧都啊調翻先啊，俾翻阿周松咧落翻場。咁啊，現場咧好多咧觀眾咧為中國隊打氣嘅。好，一傳靚啊，俾翻咧就係。攬一攬啊，打個背飛。個短時間兩次啊，打個後波啊成功嘅攬攬。咁啊，十六嘅史塔美咧就要出翻去前排進攻啊，因為頭先咧就換咗個九號嘅美拿斯咧就幫手攔網嘅。王一梅破壞一傳，係唯有做個修正啦。哇！呢個波三碼難去啦，仍然咧都過到手啊！真係打得靚，已經破壞曬佢一傳做個修正嘅。咁啊，見到咧十二號嘅菲娜咧打個斜線咧就避曬手啊！最邊嘅楊浩都揩唔到個波啊！好似一傳有啊，打個小刀戰術嗱，但係呢個波咧球證吹咗哨子啦，即係話咧荷蘭隊啊有球員咧觸網犯規。都有啲好彩，呢個波唔係咁啱打嘅，俾阿周蘇豪。嗱，都算比阿蔡金玲打嘅時間呢個後排啊，係耐咗啲嘅，唔係淨係開個波。張平亦都喺呢個時候會入替嘅。咁啊，張平咧就換出咗咧就四號嘅劉亞楠啊，咁啊，張平咧都係啦，負責咧發球啊，亦都有威脅嘅佢嘅發球。咪要數啊，楊浩跟住黃一梅，咁啊再數咧就係阿張平嘅發球可以容易啊製造啲直接得分。一傳上到啊，追住咧二號位啊，呢個波咧就睇到啊十二號嘅費娜喺四號位入去進攻啊，二號位又係佢啊，亦都釒住阿楊浩位嚟到打啊，咁佢哋感覺上就話，如果你一呃嘅話，幫唔到埋你咧，就恰楊浩嗰個籃網。咁啊，睇到咧就幫到曼聯唔同啲啊！荷蘭隊啊，打快攻嘅次數咧真係唔多，係嘛？因為始終咧覺得佢咧會忌咗咧中間嘅長圍咪，所以幾針對性咁樣嚟到部署呢場波嘅。維沙，哇！個波好飄啊！呢個波照打一個咧就少咗戰術啦。周俊雄呢球波成功啦，頭先球波咧就位置啊爭少少。但呢球波咧就恰到好處啊！好睇下荷蘭點啊，都係追住呢邊，但係呢球波咧，陳文麗就唔信啦，因為咧頭先我講過啦，你都唔去打快攻，根本上就唔使啊起跳去攔個快攻啊，即係停咧就過嚟幫手攔啊！亦都跳起之後一路向左邊飄到去封翻個位置，咁啊逼住對方咧就係。轉手腕打翻直線啊，咁啊就變咗咧又好啦，真係難到呢個波啦。即有時快攻好緊要噶，你會俾個壓力，本隊仲可唔可以爭取到咧入去四強？因為八強咧就日本隊就冇問題啦。好難到呢個波，哎呀啱啱出界啊！但唔緊要啊，起碼今日咧就場內籃波籃網嘅上高咧就即個表現好過對住波多黎各嘅場添嘅。即起碼就可以堵截到對方啦。基斯泰倫斯亦都出翻嚟。分數加分嘅啫。咁啊，中國隊，咁啊呢個進攻啊，一定要做好啊！
好快攻養起，楊浩打，哎呀呢個波有少塌 Q 啊！真係塌㗎，不過塌。但係咧就好球啊，係咪啊？塌 in 啊！啱啱個波咧就底線落啊！哇！呢個波真危險啊，做就好㗎啦，即係個戰術好好，四位走入嚟打二啊，呃咗嘅。哇！但係楊浩一打嘅時候塌一塌個波底。好，差好遠啊，攞到呢一分。同埋如果嗰個波係塌勾咗嘅話，一個進攻失就慘啊！有機會再衝分添啊！由佢開波，係啊，直接得分添啊！哇，咁啊真係楊浩啊！喺呢一局嘅比賽咧，有兩個 ace 球啊！係，亦都啊後段時間都好似係由佢嚟到建功啊！雖然有一球塌波，不過咧塌 in， 睇下可唔可以即刻用發球搶埋呢一分添。一傳就到啊！俾翻四號位。又起咗，有人投我修正，睇下打唔打到先啊！呢個波好難打噶，都安全打佢，但係打得正啊！打個中線啊，咁啊，王一梅，咁啊呢一局嘅比賽咧，靠佢嘅進攻咧都拎到好多分。係，起碼由佢埋齋啊！25-21先攞第一局。呢兩隊贏得最辛苦，贏荷蘭贏3-2，咪贏中國隊又係3-2局數。我對荷蘭嗰時第一階段咧，對中國隊咧就係第二階段嘅時候，亦都中國隊以嗰場波打出嚟嘅水平係最高的。咁所以兩隊波咧，喺呢次嘅比賽嚟講咧，真係咧勢均力敵嘅。係。亦都荷蘭喺呢個對住德國隊可以贏到場，亦都增加佢信心啊！而一開始先攞第一分先，咪第一局比較少呢啲嘅短波打，睇下會唔會有少少改變就出現咗啊！即係頭先咧，中國隊咧摸熟咗咧就荷蘭隊嘅進攻模式啊！咁好多時咧快攻唔打嘅，淨係打二號位或者守正波。咁所以徐雲麗有時幫咧就容易咗啦，唔使俾人呃咁多啦。咁啊即刻咧真係改變咗啦！啊，好多時咧就變咗，而家咧就打好多快攻啦。咁啊要睇噶。反為佢哋衝咗分先，繼續由韋莎發球，一傳到。俾翻四號位，哇！呢個波咧轉手腕打直線啊，對方啊爭啲食餅啊！譬如佢要爭咧，就係今次整個賽事咧，佢冇乜起伏，即係話好穩定嘅表現，呢樣嘢真係幾難得嘅，因為中國隊真係始終好多時經歷真係太多壓力嘅問題，一個後卡差。哎呀！但係呢個波音得咁高，但冇人埋去攞啊！咁啊，呢個波應該徐雲麗咧轉身要拎嘅，因為個波咁高咧，夠曬時間落地咧轉身拎啊！但係咧佢一望一望咧，即係後邊嘅球員啦，阿周松紅啊，咦點解你唔拎啊咁樣？咁就冇咗啦，仲係落緊兩分嘅，戰起救到嘅呢個波救得好靚添啊！再做。又救到兩次放短都唔成功啦！好呢個波咧就要落手打啦！啊，對方防得起啊！好，做個調整球先。啊，中國隊把呢個機會啊！好，修正個四號位。哇，第三次咧就唔打噶啦，一個虛攻。俾翻機會咧，荷蘭隊，但係中國隊咧防守啊！哎呀！哎呀！做真係咁做啦，兜前邊打個二號波上滑，做咗少少上啊！所以喺今次賽事喺周淑紅嗰個嘅戰二傳嗰個嘅變化波打法咧，亦都喺佢傷復出之後，去唔翻佢最高嘅狀態。我覺得同復軍都係爭啲。時間配合咧都係爭咗少少啊。咁啊，幫自己舒解一下個壓力啊！對方開失波，即係中國頭先即係如果話做戰術而失波嘅話咧，就幾傷下嘅。而家傳到啊，打翻佩飛，啊都係咧追住咧就係楊浩位置打啊！睇到徐雲麗咧就冇乜反應咧，過去幫手啦。企咗中間位，個波一開網少少，佢已經預好似冇短波打咁嘅款嘅。一傳到，傳得到啊！俾翻後排，好在而家仲有呢一招啊，就係、是。揀嗰幾點，頭先都唔成功可以攞分咧，而家變一變啦，俾黃一梅個後排打啦，後排最高三個得分啦，黃一梅。
好多時都係利用咧黃一梅嘅後排嘅進攻，其實好㗎，一個立體嘅戰術啊。係。咪波好得啦，球證話好球。啱啱咧擲界啊！睇下慢動作先。哇！唔單止擲界啊，成一個波位啊！即係由個發球又發揮到個威力。今日佢好過黃一梅啊！呢一份。哇！個波好勁啊，打落。後排打嘅，直情個點好高。咁啊，十二號嘅菲娜，咁啊頭先咧都提過佢個名好多次啊。好多時咧後排又去打，四號位又去打，喺二號位咧都係佢咧去表現嘅。好，呢邊啊打翻後排進攻啊，啊轉一轉個位置啊，就唔喺咧五號位嘅進攻，啊喺一號位嘅後排進攻。咪暫時講，楊浩係第一次喺後排進攻攞分啊，因為 set 俾黃一梅嘅維多之前都係。徐雲麗一傳麻麻地啫，哇！呢個波咧為咗要避守啊，應該打出界啦。球證咧就好明確啊，呢個波係咧出界嘅。衝咗分之後停手啦，一個追成。徐雲麗爭氣啲。開波唔使靠左右鈴，自己開穩陣啲得。啊！破壞咗對方一傳添啊！做個修正，救埋呢個波。好，俾翻咧黃一梅打。西西咧，哎呀！呢個波咧拉住網過啊！好，安全過網先。啊！但係球證咧吹呢個持球咧、哦、比較嚴啲喎，真係呢個波。因為救波通常而家吹得比較鬆啲㗎啦，亦都嘥咗。本來有機會組織嘅中國隊都。哇！好飄呢個波，冇辦法啦，捧高後排去搓住先嘅。呢個波唔打，做咗虛攻，好做咗修正啊！俾翻黃雲一梅打，哇！捉手啦，改變方向啦，有少少等呢個波啊！亦都哈哈對手，有時啲高大球員嘅後排移動咧係慢少少。雖然話荷蘭隊啊，亦都喺個防守上高啊進步咗好多，但依然咧就係高妹始終嘅移動係慢啲嘅。咁所以呢啲啊打到捉手個改變線度咧，令佢哋好難救翻嚟。一傳就破壞咗啦！哎呀，呢個波咧，做虛攻嘅時候咧，兩個人攔佢啊，變咗咧就啱啱做虛攻嘅時候咧就一定要贏波。咁其實邊隊贏好簡單，就係第三名出線。輸我隊未必出到去打呢個八強階段啦。攞一枚，咁啊暫時講佢四號位冇乜失拖啊。即係唔使大力強扣，攞條線攞得很好。十四次進攻啊，攞九分。啊！呢個波開得靚啊！見到咧楊浩咧，只要得分咁多咧，黃一梅都嚟啦啊！要啦，佢話我都做到呢樣嘢嘅。咪呢四分應該係佢同阿楊浩兩個加埋攞嘅啦。啊！呢個波咧仲好難救啊，啱啱死角位。好，再嚟一個破壞到一傳嘅，但係對方咧呢個波調整得咧好啊。係，其實已經真係做咗佢嘅嘢，就係個發球真係破壞到嘅。下手升起，佢仲可以打得咁好，好大斜角嘅呢個三米線落嘅。斯泰倫斯身高1.94米，佢哋嗰隊佢係最高嘅啦。好好，打個捉手出界。呢球波你又望住佢手頂啊！即係費拿都有成1.91米嘅，真係望住佢手頂打，咁啊成功率高啲。打中前臂啊，俾罩翻落嚟嘅。一傳麻麻地啫，唯有做個修正啊，夠起咗啊！好後排黃一梅打呢波打正啊，唔大力打啊，見到對方籃網咧初高少少個波啊，睇下波咧落翻去咧就係五號位同六號位中間。其實初得好喎，個波真係都幾聚下噶，變咗幫咗呢個發球輪次又係鬆咗分嘅。一傳到啊，攔到啊呢個波啊，終於咧捉翻你一球啦！即係其實睇到咧好多波咧都係追住咧楊浩位置咧去打噶，咁但係呢個波爭到咧呢個波難得。佢打個斜線，第一時間咧就伸隻手過去嘅斜線攔嘅。
12-9，咁啊，中國隊領先3分。而家傳到啊，都係再嘗試啊，因為其實睇到佢咧個高點扣殺咧就好犀利啊。咁頭先個波咧雖然好難到人，因為個波咧比較短少少，但係呢個波咧真係啊調整得比較高啲咧，令我高點扣殺咧俾啊12號嘅費拿咧喺個手腕打過去。好，又好打你捉手出界啊！啊咁啊，對住咧對方嘅2號位球員啊！佢一路嗰啲招暫時啊，嗰一枚就係初線直接落到地，咁啊又好唔係啊，係咁打手出界，亦都啊好好啊，又攔到，哇開心啦真係！當然係開心啦嚇，其實佢都知道咧，對方係捉住佢呢個位置去進攻嘅，咁但係咧真係啊爭氣，真係自己攔咗兩個波啊，咁起碼逼到對方咧，嗱你要變啦。咪籃網得分佢加埋有3次啊！二段攻擊睇到，仲嚟一個咧就係防反嘅進攻啊！咁但係呢個波咧就啱啱咧避手啊打出界，打就係咁打噶啦。佢想向上打手尖嘅，不過對方掂唔到嘅，所以勾得好緊要啊！不過仲有3分嘅差距喺度，呢邊要追分又送咗一分，就係發球失誤。接計帶落去第二個技術暫停的問題不大噶啦，睇下楊浩可唔可以又發球分增加多一個添啊！直接攞 ace， 喂呢個波出界，冇得太重啦。咁啊，呢個斜角線開嘅時候咧就開出界。咁啊，荷蘭隊咁啊，六號嘅奧斯利啊，咁啊換出嚟咧就發球。啊！傳有啊，飛翻呢邊，哎呀！但係有少少阻咗啊，嘥咗機會。但係咧，荷蘭隊咧第一時間打快攻嘅時候咧，起到啊，咪諗住唔輸餐市啦，仲可以搓到個對面咧，威脅住對手，但係搓落網。咁啊，劉亞楠啊，呢個波有啲大意啊。好，起好一傳先啊，俾翻4號位打。呢個波救唔到啦，擺個斜線啦，揾一枚。咪繼續睇睇咧，就中國隊喺第二局嘅優勢，可唔可以繼續保持落去啊？咪對方一個攻擊上高嘅失誤，咪中國隊又衝多分。呢個波就要怪咧，就係荷蘭方面其實做戰術做到嘅，但係呢一輪咧佢哋有一個問題就係話，有時佢哋就算攔起嗰啲波咧，第二下去救嗰個嘅表現唔係咁理想，成日攔唔起第二傳。好多時咧做個修正嘅時候咧，真係啊！如果唔係以前手去修正咧，往往咧做到一個冇效嘅二傳啊，咁變咗4號位進攻啊，或者2號位進攻嘅時候咧就失利咗。咪剛才佢哋一個中心咧變咗俾咗個隊喺16個鐘咗分，其實暫停出嚟之後一分啫，咁就要停一停啦。因為細息唔對啊，留緊4分波。都要自我鼓勵一下噶啦，啲球手，因為其實佢個動力應該幾大嘅。第一就對住中國隊啦，咁想報翻6戰之仇啦。近呢兩年，亦都邊隊贏就邊隊入去打呢個八強嘅名次賽嘅。但可惜又一個二段攻擊，自己陰失咗。咁呢球波咧就費特魯斯咧就真係貪心咗少少啦，自己失咗位啦嚇，咁應該做個修正波先啱。咁啊大意咗啦，我一傳到噶，俾翻快攻。嗱，呢個波俾得靚啊！咪有翻隊長啊，韋沙咧就打呢個咧快攻啊！呢一局一開始出嚟，佢其實已經有連續兩次呢啲機會，但係跟住就做少咗嘅。不過當然同佢哋個一傳被破壞有啲關係。做到啦嚇，俾翻4號位，就快咗先。哇！逢翻自己嚟啊！對方起到，做個修正，起到呢個波先，俾翻後排打啦，養好。捉手出界啊！分得好好啊！呢個波打完一球波和一枚，咁已經準備翻位打，但其實唔夠時間嘅。啊！呢個波醒，即刻俾阿楊浩啊喺個位置起跳。係啊，咁呢個戰術好好嘅，因為前面咧已經比較亂咗啦。咁啊，後邊有一個啊楊浩打個後排進攻，即係佢可以定定地咁樣起步去咁啊做呢個進攻更有效。
哦，生曬啊！嗰個對打到調轉啊，至少俾獎啦。個氣勢咧就荷蘭隊方面就俾人撳住咗啦。一籃網高度呢個輪次好噶，黃欣梅夾住劉亞楠。咁呢個波咧就要讚一讚佢哋啦，移動籃網咧做得好啊！見到咧佢明知佢哋咧會打四號位多嘅，咁啊周秀雄咧去咗四號位嘅，咁啊黃欣梅咧去咗二號位，咁啊幫手籃網嘅。咁但係呢個波咧對方睇穿咗啊！即刻打翻個快攻。我一傳到，劉亞楠自己嚟啦，救起咗啊！仲有機會。組織好呢個戰術先啊！再嚟一球背快啊！好球！即係已經停咗一輪啊，冇俾劉亞楠打一個嘅背快。咁呢個 cushion 啊舒服啊，有成六分，因為佢哋已經去到廿一分嘅關口啊。咁啊，李生又再出嚟喎。咁啊，換咗出嚟啦，直接咧就換落去啊！要打好啲啊，李生亦都要爭氣啊！頭先換過出嚟啊，第一個接發球接得唔好。但而家睇下幫幫個防守先。一傳到啊，呢個波咧就吊手腕啊，打個咧就斜線啊。連續兩球都係靠佢手腕啄落去，以快為主啊個波。咁啊，首號嘅雲斯克，咁啊上前排咧就換翻出嚟啊。呢邊仍然李山啊，仲喺度打緊，唔怕，唔係換你啊！好快進攻啊！佢做咗掩護嘅，不過打唔死啊呢個波。啊，對方咧就大意咗啊，自己打諗住打長線，咁打出界。呢一個距離都幾多喺即係呢個進攻上嘅失誤，咁咧中國隊就會即係比較受到壓力唔大。徐雲麗。咁啊，亦都咧就換翻啊蔡金明出嚟啦嚇，好做個修正，攔網成功啊！哇，順風順水啊，第二局呢個尾段乜都有，對方就即係似乎受制於中國隊咧，佢攔網有時逼到佢哋要避守，咁又打出界，打落手度又死，唉，又係俾人攔死。個時間掌握得好好啊！我一傳有噶。俾翻貝菲又攔到落去啊！哇，緊要嘅啫！呢幾輪嘅籃網犀利，呢幾球咧就完全發揮咗中國嘅長城威力啊！唉，都好耐冇見呢個威力，係連續發揮到喎。即係可以賺一賺咧，徐雲麗好勤力啊，兩邊移動咧都見到佢啊！又係扣住個手腕，但係真係冇辦法啦。之前失嘅分數太多啊，隊友。中國隊仍然都係 set point， 睇個氣勢唔好走雞噶啦。咁啊，一號嘅 K 史特林斯咧就喺前排啦，幫手攔網啦啊，因為高度啊高啲啊，一米八二。哦，一個交叉轉術，又係靚嘅啊！俾李山又打翻個爭氣波，咪一個戰術成功之下。中國隊攞埋第二局，暫時局數係2-0領先緊啦。博亦都唔使受壓力。但係如果大家分數又係咬住咬住上嘅話咧，咁中國隊嗰個壓力又開始就製造翻嘅。咁好多時咧，中國隊咧真係啊，喺對方啊最佳嘅防守咧就係攔網。啊，咁你唔使守起對方網，啊嗰啲波就係自己攔到落去咧，咁已經拎到分啦。咪暫時好多數字啊！中國隊都騎住咧就荷蘭嘅，包括籃網個得分，亦都係個發球得分唔錯啊！咁啊，一傳破壞咗啊！嗱，調整過去先，俾翻機會咧荷蘭二號位啊！呢個波咧夠起啊！好後排王妹，哎呀避守啊！呢個波咧就～見到對方已經跳咗個線路咧，係個直線啊！咁唯有避守嘅時候打到落網肚，個牙咬於上邊線啊！咁其實呢場波之前啊，陳祖華教練咧就希望對波可以比較快熱啲。咁其實今日做到㗎啦，衝咗頭嗰兩局㗎啦。但又要留意一樣喎，千祈唔好後勁不計喎，即係都試過贏兩局輸三局嗰啲咁嘅衰嘢喎。嗱呢個波咧就啱啱咧就拉住網過，咁啊馮坤咧。
個反應嚟唔切啊！嚇，要快啲揸緊啦！咁啊，雖然咧就第二局都試過俾人哋誒衝分先，但係好快可以調整翻。好後排啊，第一枚啊，呢個波打得靚啊！好實正打落。嗱，睇到啲聲咧，就個波咧就攞到好實啦。信心嘅問題啊，呢個就係、是。即係你睇得到嘅信心喺呢一球波出咗嚟，如果唔係唔夠膽去咁盡。扭一攬，呢邊一傳到啊，扭手腕啊，打個斜線。佢調轉荷蘭真係要用多少少嘅快攻去做串繞先，跟住做掩護，因為佢哋第二局個快攻方面成功率幾高嘅，反為長波就麻麻地嘅啦。一傳上到啊！睇個戰術先啊！呢個波咧就係李山啊！即係呢一局嘅反圍，李山打正選先啦。打正選先啦！即係起碼第二局你出到嚟之後打咗個嘅接應二傳嘅變化波咧係成功嘅，繼續俾你打。我話再放一傳，俾翻四號啊！呢個波咧改變方向啊！啱啱打到手邊。咁啊！見到黃欣梅咧想去救嘅時候咧，就失咗重心。但唔緊要啊！而家開始啲分咬到，冇俾對方衝，所以仲係嗰兩分差距喺度。睇有咩機會去試試咧？一傳冇咗嘅，睇楊好啦，打到足手嘅，所以後排一定要飛去攞嘅呢個波。哇！現場好多人㗎，其實咧今次咧，除咗有啲中國嘅留學生喺度，即係嗌得咁大聲，同埋好多人之餘咧，內地都組織咗一啲嘅助威團啊，直情喺前兩日開始到啊呢個場館，所以咧開始啊見到好似哇打緊自己嘅主場比賽咁。係嘅，我啱啱好球，但唔緊要，揾機會，而家仲係可以咬住一人一分，落後嗰兩分係開頭俾人衝出嚟嘅啫。史特倫斯咁啊，上手啊發球啫。但係呢個波咧，上手發球都開得出界啊！呢啲真係要大大地去點到啊！呢啲最穩陣嘅開發㗎，應該好唔留心啊！啊，一去到咧就哨子一響咧，就望都唔望就發球。咁呢個失誤咧就好大嘅錯誤錯失嚟㗎。好，一傳到俾翻後排打，又係啊，十二號嘅菲娜。即係好在荷蘭呢邊自己個一攻亦都冇跌鍋啊，所以仲係騎住嗰兩分。但係幾時有個突破？近呢幾分全部都係一人一分上嘅。開個前場，一傳到啊，即刻自己打翻啊！嗱咁啊，俾對方攔起咗啊！機會咧喺荷蘭隊度啊！哇，呢個波好高啊！呢個波咧就嗱，如果著意啲咧，照佢起碼起到啊，叻唔叻一件事？即係佢見到咧，就係馮坤咧就轉身啦，佢以為佢拎，係啊，一個誤會嚟嘅，咁啊慘啊，反圍俾啊荷蘭衝咗分，咁啊增加咗優勢。喂，此消彼長啊，氣勢而家調轉，近呢兩分完全係俾荷蘭隊壓住咗。今次想話做一個戰術，快攻掩咗，大家唔到啊，兩個又係近排一攻攞唔到分先俾人衝啫。文斯克呢個發球咧，繼續咧開前場啦。好，修正個四號位，呢個波啊打斜線啦。咁啊，一傳到啊，打個波平啲嘅時候咧，時間咧就會掌握得好啲啊。嚟睇下慢動作，一個大斜線啦。佢兩個咧就幾乎要攔曬佢個直線位，斜線真係比較空。咁啊弊啦，追分嘅時候好罩忌嘅呢樣嘢。亦都一個比較，即係話冇咁容易失嘅開發而失咗波。比較大意啦，馮坤，我一傳對到，俾翻四號位，呢個波咧起到出界啦。其實對方都冇信到中國隊嗰雙快嘅走動，集咗兩個人去攔呢個波。不過好在又係黃梅子處理得好。我落後場開波啦，咁睇下發球咧。會唔會咧破壞咗對方啊？一傳啊嚇，誒直接得分添啊，應該。咁佢係第二個嘅咯喎，同阿楊浩真係鬥緊呢個數字啊！咁啊好啊，大家鬥開得多呢兩波。啱啱咧就兩個人喺中間啊！
好，繼續啦。啊，呢個波咧就起得麻麻地嘅咋，唯有修正射位。哇！後頭手出界啦。啲大球證話捉到手喎。呢個波啊，真係有啲一個以為真係咧，逼到佢打出界噶。咁又衝多分就唔同，而家調轉啦，仲係有個三分優勢咧，係荷蘭呢邊。上到網，點個波啊？俾翻咧，又好啊！打個四號位進攻。呢一輪都好啲啊，即係個一攻嘴上嚟個威脅性有，亦都幾清脆。咁啊，睇下呢個慢動作啊，就好明顯睇到咧，劉一南啊個掩護咧壓起咗對方，但係對方中間移動嘅時候咧，啱啱用個射線位咧俾楊浩打落去。啊，機會嚟啦！對方一傳冇咗㗎啦。好後排揾一回。呢波傳球咧，而家褪後嚟就好快，不過好在咧，一三二馮軍諗住都係俾阿黃一梅打後排嘅。咁啊，呢個立體戰術咧，對方呃咗㗎，啊，佢起碼咧跟一跟啊徐雲麗，雖然徐雲麗咧就係冇跳到啊，咁但係對方移動過咧都要跟佢身位啊嘛。不過黃一梅今日嘅後排進攻嘅多過楊浩嘅得分啊。嗱，碰起咗呢一波啦，打翻個快攻，哇！第一時間咧抹過去啊，波就唔係好夠高㗎啦嚇。咁啊，呢球波咧徐雲麗咧打得正。呢一輪都話冇輸氣勢，更加冚翻轉頭去追成平手。即係由個一攻做得爽之後，係帶出呢個氣勢出嚟。咁啊，鏡頭咧捕捉住咧十二號嘅費娜啦，因為咧就荷蘭隊嘅主力啊。又開始禮啦，長城嘅威力啊！哇！喺中國隊呢幾分咧連續拎啊！哇，好準啊！三個人拍埋嘅時間，呢個籃網真係難嘅。佢特別笑得開心嘅。個時間性咧就唔會話一上一落噶嘛，係一齊跳上去啊！咁所以咧就真係想打過呢個籃網咧都幾難啊！四二分衝得最多嘅一個階段啦，荷蘭最多都係衝過三分嘅。哇！原先啊，呢四分之前咧，中國隊係落後三分嘅。咁啊，拎咗四分之後咧，就一反超前啦，十一比十啊！咁所以啊，點解先而家介紹叫停就係咁解，因為冚翻轉頭反超前咯。咁亦都係呢一局對嚟講冇咗就即係有機會揸唔到咧，就呢一個嘅八強嘅名次賽席位添啊！因為輸波嗰隊要同德國隊爭個嘅得失分比例啊，佢哋都唔想輸咁多分，就算輸到，希望製造到一個得失分方面咧，唔好太輸蝕。其實佢哋第二局輸十七比廿五幾輸蝕啊！係啊，因為計喺總分嚟講咧，就即係得數同佢個失數咧，除開條數嘅時候咧，真係啦，啊個比例上咧就大好多噶啦。咁所以點都要咬住啊呢一局。但係冇計啊！暫時咧就中國隊喺一攻方面咧係做得真係好爽。哇！呢個波咧打到好平啊！李珊一傳到攔到啊！十七號徐雲麗啊！今日徐雲麗啊真係好醒喎，打得對上一場波對波都嚟過，佢哋贏波但贏得唔開心嘅。佢點解會下？佢話佢自己攔得唔好，咁啊反為要啊徐總個教練去安慰佢，唔緊要，唔好急。攔得唔好，去盡力再攔好啲咯，因為他知道自己咧個高度有啊，所以佢攔網咧分數一定要多啊，咁先至滿足到自己。對自己要求高啊。好，會唔會打翻快？唔係啊，俾翻四號位呢個波搓過去先啊，打得正啊。啊，順理出嚟就係咁噶啦，只係個陰波啫。咁你嗰邊就已經咧滴滴多落個波咧，就起唔翻入去長區裏面。哇！呢幾分咧就中國隊犀利啊！嗱，對方只係拎咗一分啫，但中國隊咧拎咗咧七分。佢又去攻，好做咗修正，唔緊要啊！呢一波照打。哎呀，三個籃網啊！呢個波咧，如果去攻就會比較好啲啊。冇錯，即係其實就冇乜得走雞噶啦，三個咁高嘅添啊，仲殺得勝嘅楊浩，見頭先咁順，咁啊照計，如果再有機會俾佢嘅話，佢啊真係會選擇個去攻嘅。搏搏啦！托球手都要離場啊，因為增加個籃網個攻勢先，起碼希望攔死對方。來回球就冇 set 塔噶啦。一傳到啊，楊浩打個短波，馮軍啊打做假動作咧，俾翻楊浩啊，呢個波攔咗落嚟啊！啊，成功喎個戰術，籃網果然衝咗分啊！
不過又難得咧，中間拍埋嚟嗰個肯擺右少少去繼續提升嘅。但現場嗰啲助威團一路嗌住中國隊一定要加油啦，因為而家俾人追咗上嚟，好接近嘅比數啦。即刻俾個快攻，俾佢拖難度啊！唯有做個調整波，機會咧俾翻咧荷蘭隊四號位難度啊！呢個波又係啊，十七號徐雲麗啊！呢分波好緊要，因為而家個勢其實俾荷蘭搶咗去嘅，不過由徐雲麗去解決啲問題，攔翻死對手。對方做緊個防反嘅啦，咁即係話中國隊咧呢兩分咧從來拎嘅，係完全關佢事添啊！咁不過今日對咗為止，佢嘅表現真係幾好，都勤力啊！中間攔網同埋防反嘅時候咧，做個快攻上個位置咧，就傳教佢咧去做個掩護，破壞一傳啊！呢個波救唔到啦，益咗啦一號啊，黃一梅啊食咗叉燒啊！楊浩都算蠱惑啦，呢個波好少啊咁樣抌個短波啊！咪點都好，中國隊係領先。咪現在係第三局嘅賽事，去到技術暫停，中國隊領先緊嘅。咪一人一分之下，仲係嗰三分嘅差距。喺呢度提一提啦，我哋睇完中國隊咧對住荷蘭呢一場，另外仲有一場嘅緊要賽事啊，係依組嘅比賽，日本啊會對住意大利，關乎於即係日本數字上仲有機會入去打呢個準決賽，意大利亦都係即係一定要必勝嘅呢場波。輸了的話就麻煩了，古巴、意大利、日本呢就要計細分了，賽克就穩入了。好了，變成這場爭的什麼呢？又是決定性的，哪隊贏球哪隊入去打五至八名的名次賽，還是要呢有一個好處呢，就是贏那隊第三名出線，那就會對那邊比較弱一點的隊呢就打這個的淘汰賽，就變成拿第五名的機會大一點了。所以這場球就很關鍵的，中國隊就領先了兩局，雖然話入前四個目標達唔到啊，但係而家希望起碼做到咧第五名都有所交代啊。因為開壞咗咧就第一階段嘅頭一，第二階段其實中國隊咧係打得好咗㗎啦。呢場波亦都繼續啊喺呢個第三局咧係保持住技術暫停嗰三分優勢喺度。一傳就到啊，俾翻四個位。這個球呢個波咧就對住李生嘅手頂啊，打個篤手出界。其實呢一局波亦都好，陳忠國教練俾阿李生打到而家，即係希望佢打足全程添啊！即係話，萬一真係周淑蓉有啲問題嘅話，李生可以代替呢個位置，咁啊對雙方都有着數，對周淑蓉又係，對李生亦都係。但係講嗰下啊，俾荷蘭追近咗啲啦。做翻好一傳先啊！做個掩護，呢個波咧唔夠位置啊，唯有虛攻過去。嗱，機會咧喺翻荷蘭隊度啊，好碰起咗，做個修正。嗱，黃一梅落手打啦，要冇錯啦嚇，就算三分難望啊，以佢高度咧，仍然可以過到手啊。果然打到手頂，打個足手出界。黃一梅你亦都唔使喊啊，今日個百分比好過上一場好多。咁我諗佢都幾滿意自己嘅表現啦，暫時啊。一傳上到一個快波，哇！呢個波球打得靚啊，幾清脆啊！咁但係咪有窿啊？打嘅時候有人攔嘅，其實攔一攔，攔咗條線啫，攔唔到條射線。但唔緊要啊，自己一攻做好啲，咪依然有個優勢喺度。雖然細咗，哎呀，咁啊冇咗啦，平手波啦，做唔到戰術啦呢個波。第一定陣，咁啊靠佢暫停啦。亦到當時啊，成隊波個氣勢唔係話真係打得咁好上嚟咧。即係你話贏波，贏波都係有一啲唔奇啊。咁但係贏起上嚟第一局嘅比賽仲好接近咧，嗰度得人驚。啊，咁睇下一傳啫嘛，一傳到啦嚇，打翻個背飛。個波出咗界啦，有冇掂手？冇。咁啊，俾人追過頭添啊。嗱，冇喺呢度出現個問題啊，就係、已經連續幾次一攻做唔到啦。亦都幾犯波都試過喎。亦都試過掩俾長波打，亦都曾試過俾劉亞蘭打。張平又呢個臨危受命啦，多數出嚟開波啫，但係而家有機會打波啦。係啊，因為見到幾個波咧，就係阿劉亞蘭咧個掩護啊同埋進攻咧都好似立立地啊，立立地啊，做得唔係太好。好，一出嚟睇下點啊嚇，做個掩護先，呢個波虛攻啊，救佢啊！好，做個修正波，救到
升平到俾翻咧四個位啊，楊學達打嘅位置咧錯咗啊，唔啱打啊！跳上嘅時候咧就跳早咗，好大嘅考驗啊！呢個階段，因為唔淨止話輸呢一局嘅問題啊，就係中國隊承受到呢個壓力，就話試過好多經驗，就係贏兩局輸三局，呢啲係陰影嚟嘅，咁所以要快快脆脆去控制翻呢個局面。乜要做到咩呢？就話喺呢個一攻，起碼要做到戰術攞分，然之後希望靠翻個長城啦嚇。咁啊，換翻出咧，周松啊，希望幫下咧起下一傳啦。好，後排進攻打得靚啊，黃一梅。今日後排進攻嘅成功數字好好，百分比好高。喂，打飯發揮到咧，就話個長城威力佢追分啊！張平個發球亦都幫到手嘅。篮网啫，破坏到一传噶啦。好，升翻后二啊！呢个波咧啊，直线啊，咁啊，捉手啊就好难救啦。又系俾阿徐云丽嗰边嗰条线啊，俾阿雅兰出嚟第一定神啫吓，因为始终都系佢比较稳定啲喺个后排。但系依然落紧一两分个差距咧，俾人摸到25就被加火啦。韋莎一個上手嘅發球，一傳到啊！徐韻麗呢個波唔好啱打，嚟啊處理過先。好呢邊啊，做個修正波。哎呀，呢個波太開網啦，俾對方咧打手出界啊！亦都救得好靚啊！荷蘭隊呢個波，兩個人預約戰起咗，跟住做到呢個防反。咁而家中國隊開始，對方一做防反嘅話咧，又係比較容易人哋一錘定音攞分，即係做唔到唯有來回球啦。越嚟越危險啊！三分啊，難追啦！一次攻咧，一定要拎噶啊！球證啊，吹咗手指啦，提咗手添啦！四號嘅斯萊文斯咧就觸網犯規啊！21-23，咁啊，中國隊咧落後兩分，周松又發球啊！一傳到啊，俾翻四號位，攔到啊！呢個波啊，馮坤啊！又發揮翻，唉，真係今日都幾特別出色嘅長城陣啦。咁啊，呢啲防反嘅分數咧，中國隊而家好需要啊，起碼就攔起咗佢，自己做進攻。尤其是咁樣直接攔死嘅話咧，好開心嘅一個球員啦，因為唔易嘅，大家可以喺到嘅數字見得到嘅，每隊波喺攔網直接可以攞到分咧，係最難攞嘅數字嘅。發球得分亦都係，喂，今日中國隊喺呢兩個數字都唔錯。咁啊，睇到進程表啦！中國隊咧領先18-15嘅時候咧，就荷蘭隊連拎兩分，跟住中國隊拎翻一分。咁啊，荷蘭隊咧跟住拎翻四分咁多啊！最傷個階段。呢個幾球波咧，就係睇到荷蘭隊咧，其實就都啊好搏命啊！啲波防反咧，靠佢哋起波咧做個進攻啊！咁啊，發揮翻佢哋即係賽前話呢隊波點解防守進步咗咧？俾翻啲嘢大家睇睇啦，佢話。但係今次個籃網點啦？又攔到啊！咁啊呢邊轉一轉咧，就係啊讓好啊攔網啊，咁都要賺一賺啦，中間嘅移動啊，好快咁令到對方咧就真係要變線啦。今日我哋都真係幾欣賞啊徐文麗兩邊嘅移動啊，因為以往一直就擔心佢容易俾人呃個攔網，咁但係而家真係明顯有改善啊，攔多個就最好啦。哇！呢個波咧，呢個波讓好啊，就好似有啲不經意啊。喺佢身邊落，係啊，就打斜線打靚啊！四號嘅斯拉林斯啊，咁啊，但係咧就睇到啊，楊浩咧呢個波咧有啲不經意啊，係唔夠集中，即係你起碼浪起個波都好嘛，咪希望做翻好啲嘅一攻啦，咁啊有丟時打，好即刻打快攻，哎呀，好可惜啊，打出界，爭一分啫係啊，啊你做好啲嘅話有機會打丟時，而家咧就俾。荷蘭隊追翻局波啦，25-23。喂，到中國隊，只要咧就即係其實陳祖華喺賽前都話，呢場波荷蘭隊會難打，佢好中意覺得佢話，但係只要我哋發揮翻我哋嘅一傳到位、戰術多變同埋有速度咧，我哋贏面係比較大嘅一隊。咁啊，睇完頭兩局完全係個即係氣勢喺曬度嘅，第三局都要去攞埋㗎啊！但係竟然咁樣輸，希望對成隊波嘅打擊就唔好咁大。王梅咧就出嚟開失，第一個發球亦都係真係令隊
對隊波有啲擔心。咁啊，但係呢一分就緊要啊，得自己拎分啊，咁啊，對方開波過嚟要組織好啦啊。好，左交叉啊，波咧就太開網啦，唯有虛攻過去。其實第三局尾開始，佢哋嗰啲一攻已經係唔係咁流暢，嗰度令人擔心。咁樣又俾咧就難到，因為三分難網咧就中間啊，真係冇得走啊。都已經俾個後波，但係真係估唔到對方啊，真係可以睇得咁通啊！我中國隊嘅頭眼係就俾人衝一兩分先，走得靚啊！好，收正啊，四號位。唉，仲打埋手出界添，打得靚啊！呢個史泰倫斯咧就真係高點都扣曬啦，咁啊連衝三分啊！又換啊！但有時換得太多嘢，真係未必好好啊！咁今次調轉俾周蘇紅打先，咁而家又咁快又換一換李生，咁啊始終睇到咧就中國隊咧接一傳咧就唔係太理想啊！都是比較開網啊，唯有打四號位，對方攔到噶啦，但咧就攔唔到過去啊，自己嘅長區度啊，咁啊啱啱滴落咧自己個四號位同三號位中間。楊浩都要打好啲，因為第三局佢都有啲立立地嘅表現嘅，即係個移動啊、力量方面都弱咗啲。嗱，破壞咗對方一傳啦，打到二號位，攔網成功啊！其實第三局尾啊，開始有啲咁嘅嘢，以為可以追翻轉頭啊！咁都好事嚟㗎，早啲出現啊，攔網成功啊！咁啊，對之後咧個比賽啊幫助好大。今日已經真係幾生性㗎啦，呢一飯波。一傳到，即刻打翻快攻。神武嘅隊長啊，韋沙。佢今日都攞幾多呢分數？就話就咁吸碗打一個速度嘅快攻。同埋佢中間攔網咧幫咗好多㗎，移動都好快。咁頭先踢球波咧，就養好個扣球咧，就俾佢攔到喎。佢一傳上到，快攻養起咗啊！叉燒，哎呀，第一時間就撩過嘅時候咧，就荷蘭隊個球員咧觸網犯規。不過呢個波咧，徐雲麗都要隊友提一提佢先記得佢食呢個即係撳波嘅叉燒。哇，係有即係窒一窒㗎，見佢係。咁即係話佢咧唔留心啊！要自己隊員咧提一提佢先得啊！好，收正四號位，想打足手啊，救起咗。呢邊嘅中國隊收正個四號位啦，俾啊楊浩打個足手啊。咪趁住呢段時間，希望啲一攻真係做翻順佢啦。唔淨止話俾楊浩啲波啊，希望戰術上高咧嗰啲嘅變化多翻啲。一傳到啊，做個交叉救起啊。好，收正過去中間先，黃坤咧拍住過去先。好機會啊，荷蘭隊啊，呢個波唔啱打，太埋網。哎呀，慘啊！呢個波吹佢過網攻擊，因為值得商榷嘅。呢個波咧就佢而家當咗就係對面 set 打 set 緊波嘅。咁啊，事實上咧就真係啊，十四號嘅二傳手啊，發到老師咧就準備升波啊。咁啊，徐雲麗咧咁啊。呢個動作就唔啱噶，因為佢升緊出嚟時候咧，就千祈咧唔好伸手過去啊！嗨到就即輸啊！小嘢。好啊，對方啊送大禮，咁啊開咗落網，好得意啊！鏡頭咧，梗係荷蘭隊嘅球員咧，一發失球咧，梗係影住個教練。好多時當地電視台就捉呢樣嘢，即係睇佢表情。不過先嚟搞硬係冇表情嘅。又影面啊，陳祖華啦。即係比較關鍵去攞分衝呢個發球分嘅咧，楊浩業都開失咗啊！大家都係四次，咁啊整場賽事嚟計，其實亦都未算多啊！即係兩隊其實都算保持得幾好，尤其是中國隊咁多球頭式發球啊！一傳啊，開個頭啦，想打足手啊，救翻先，我一枚斜線啊，俾對方咧起到啊！哎呀，衝前咗啊！嗱嗱，個波打到手頂。咁啊，凹過咗去。咁啊，十二號嘅主力球員啊，菲娜啊，往往咧就喺二號位進攻咧就拎到分啊。好，上到網，即刻打下快攻。有冇掂波？手啊，有冇避咗手啊？出界。經驗好球手，我覺得都有影響。
領先兩局波之後，阿楊浩唔知係體力嘅問題定咩咧？係有啲立立地，劉亞男都係嘅。咁啊，周松更加即係見得到佢同李生都交替咁出嚟打添啦。呢一局係有啲擔心嘅，即係話佢哋一諗起壓力呢樣嘢咧，佢哋就衝破唔到呢個心理障礙。咁啊，徐宗偉教練亦都係公開講過呢個問題，佢話暫時佢都即係幫唔到呢隊波去解決，但唯有靠自己啊，睇自己可唔可以解決到。咁啊，對方啊送咗分，但系咧就徐雲麗咧開波咧又落咗網喎嚇。咁啊，今次咧鏡頭影住陳宗霖教練啦。咁啊睇到咧就即係冇乜辦法啦嚇。咁始終咧就年輕球員咧就會好多時有咁嘅情況發生。好，黃一梅打個四號位，嗱網上爭奪。嗱撳咗咧就荷蘭隊嘅長區啊，有機會進攻啊，中國隊。喺四號位啊，短咗少少咧，唔敢落手打啊！機會咧去翻荷蘭隊度啊，夠得靚，夠得靚啊！好，再嚟個四號位，呢個波夠唔到啦啩，冇錯啦！呢個波贏在個夠波啊，真係。咁啊，賺一賺咧就係阿張娜啊！呢個波咧就改變方向噶啦，已經嚇，仍然咧就倒身落去咧就救起呢個。真係好難救呢個波，絕對要賺。個下盤功夫咧做得好穩啊！已經係改變方向，但係咧成個人倒落去咧，做得好標準嘅動作。籃網可唔可以衝下？救到，兜翻入嚟。等下群群佢先嚇，安全過網。好啊，組起組織好個籃網先嚇。好快攻，哎呀難就難到㗎啦。兩個人去攔添㗎啦，我一門幫埋嚟㗎啦都。即係少我哋見到快攻有兩個去攔，但係穿咗啊！個籃好似俾人打到個鼻添啊！一傳就始終埋唔到網啊，唯有做個修正波啊。咁但係呢個波咧就修正嘅四號位咧就黃一梅啊，想搓直線啊，咁但係搓出界。咁啊，始終去到呢個情況啦嚇，黃一梅咧同埋阿徐文麗咧兩個比較後生嘅球員啦，即係往往喺呢個情況咧就係失誤多咗。會比較明顯啲啊，即係你成隊波其實都係立咗㗎啦，咁但係咧出現喺黃一梅嘅身上同埋徐文麗身上係真係會比較明顯啲。因為佢哋嚟處理得好啲，就話唔好太心急，要慢慢嚟，即係做好自己個步先。即係起碼佢哋而家要一攻做翻淡定啲，唔可以太急出手。即係亦都除咗教練提過一樣嘢，就話你俾對方攔翻落嚟，或者俾對方打到個反擊咧，唔係問題嘅，因為我哋自己都做得到。你唔好擔心話哇人哋做到你係驚會忌啦。咪希望亦都由啲老隊員你帶翻你隊波嘅信心啊！咁啊！呢個暫停之後咧，就第一時間啊，俾翻啊四號嘅劉亞男啊，打個背飛。黃一梅咁啊，球室發球咧就要穩翻啲啦嚇。破壞到對方一傳，四號位呢個波唔打啊！真係要多謝佢哋，因為呢一排佢哋起 Q 打嗰啲波咧，中國隊個籃網其實。開始亦都失咗啲效。咁呢球波有啲奇怪啊！咁靚嘅位置佢又唔打喎、啊。好，黃一梅，快攻，救唔到，救起咗先。哎呀，過咗。過咗喎！哎呀，可惜出界。可惜啊！算好嘅嘗試啦嚇，嘗試係算好嘅。有翻啲起色嘅，其實呢幾分啊，中國隊冇輸到細，係輸咗一路俾人帶住咗三分啫。慘啊！咁樣啱啱賺開就直接由接發球輸一分。咁啊，喺個心理關口度咧，就中國隊一定要處理好一傳啊！我一傳到到，打個刀手出界啊！但系咧咁樣都唔得嘅，因為如果你話兩球先有一球咧傳到咧，咁啊問題大啦嚇！冇錯，因為打到咁接近嘅水平嘅賽事，你每球一攻都幾乎係即係大家贏輸嘅關鍵嚟嘅，即係球都要做得好。有時而家要追翻上中國隊啊！咁佢哋個一攻一定要得，如果唔係頂唔到個勢添。成功百分比相當高啊！呢個位殺十五次進攻攞11分，第一傳就好急㗎。
俾翻機會咧，荷蘭隊打篤手出界啊！始終一次攻咧就一傳唔到啊，咁啊同埋好急啊，變咗中國隊咧冇機會咧俾阿馮坤咧做咩戰術。所以到咁為止都係嗰個問題啊，就係、是、個一攻真係唔流暢。都係啊，好急啊，變咗咧冇機會咧去調整咗個有效嘅進攻啊！好啦，做個防反先。太開望啦！呢個波咧傳近啦，就係楊浩啊，轉手腕打對方嘅手頂咧，就觸手出界。奧利山一傳到啊，兩個人跳起唔打呢個波救到啊！好，楊浩撲前去打呢個波。攞位啊，冇辦法啊，因為次修正咧短咗，咁逼住咧就係將個波處理過時候打出界。咁啊，嚟到呢個技術暫停咧，落後咗五分，其實都幾擔心，因為喺第三咪咧就冇頭先第一二局咧移動得咁快啊。所以話呢場波真係唔係咁易食噶，雖然話贏咗頭嗰兩局啊，跟住第三局又領先到去到第二個技術暫停，而家反而個勢係麻麻地嘅中國隊呢邊啊。因為一路個感覺上，即係話你睇對波，最緊要睇佢就話喺嗰一輪嗰個一攻做得流唔流暢，順唔順。咁而家咧就好多時，阿馮坤又開始諗唔知俾邊個好啦，因為發覺好似變個點都唔成功啊。咁啊，有時啲得分係真係靠對方失掉嗰度，就唔係自己清脆打到。終於見到咧，就斯林加教練咧就領領頭啦。啊，因為其實咧短短估計咧，就荷蘭隊咧已經三個啊發球失誤㗎啦。因為影到四人家教練都有三次了，所以都即係叫荷蘭隊已經放鬆，咁啊打啦，放鬆咗嘅中國隊可唔可以即係翻身啊？喺呢一局裏邊，咁啊追近翻啲啦，咁啊比分咧去到13-16啊，咁啊中國隊咧落後三分。楊浩嗱都係破壞對方一傳啦，做個修正，睇下籃網點啊！呢、這個波咧打長線啊，打正啊，吊個手腕唔大貪啊，轉線咧就去一號位啊。之前佢扣球嘅時候，籃波球真係手頂俾人過嘅，揩唔到個波。亦都發揮到賽前佢所講高點嗰嘅優勢啊。咁中國隊要發揮翻速度同變啦，即係大家打翻你自己嘅特色波啊，咁仲有機會咧就搏下。一傳到咧，第一時間啊，俾翻啊17號嘅徐雲麗啊，打個快攻。唔用楚金玲換啊，徐雲麗入邊一邊，用張平換出嚟咧就開波。因為張平個發球係比楚金玲咧係穩定啲，呢樣真嘅。大家都係扣球式噶啦。一傳上到啊，俾翻四個位，攔到啊！呢個波咧攔得精彩啊！今日見到咧隊長啊，馮坤啊，攔網成功啊！跳得好高嚟攔呢個網佢，攔網得分就絕對今日交曬功課啊，16分。但係嗰個嘅做進攻嗰個起伏咧個表現咧係仲係令人擔心嘅中國隊。即係拎到攔網16分咧，好緊要啊！如果講高度咧，就荷蘭隊咧就高過中國隊嘅。咁但係你攔網方面咧，可以拎多嘅荷蘭隊6分咧，真係好犀利㗎！其實完全優勢嚟㗎，即係你估唔到呢兩局係打咁辛苦嘅啫。其實個攔網已經咁幫到手啊！關鍵時啦，咁而家追近啲，咁但係可唔可以追成平手咧？即係你亦都即係唔係咁容易望到中國隊連續幾個攔網咧？就好似即係頭先第三局尾咁發揮到啊！即刻開失咗添，一球好，一球唔好啊！張平，荷蘭隊落幕嘅奧斯利啊，換出咧就係發球噶。咁其實落後三分對中國隊咧，就即係唔係話太擔心。係擔心就係佢哋夠唔夠膽同有信心去做跟住嚟啲一攻嘅，呢係黃一梅個人技術嚟嘅。對方維持咗兩個籃網，
一傳又唔係太到位㗎啦啊！咁啊，見到劉亞楠咧上去跳一跳，染一染嘅啫。即係頂籠佢染咗對方嘅四位球員，但係閘住咗兩個埋嚟。好，一個快攻救起咗啊！好，做個防反先啊！拉高手打，好嘢、哎，出界，手出界啊！但係呢個波彈咗落啱啱邊線度啊！呢個波咧就打就係咁打㗎啦啊！即係咧為咗個波咧啊，突然間用手腕一轉，諗住打出界嘅，點不知咧就攔咗落嚟。幾乎係防反成功嘅啫，可惜啲。好嘢，唉，仲快球靚波。頭先個球波其實個防反都打得唔錯，黃一梅。38次進攻攞21分，今日百分比佢亦都交到功課。其實今日中國隊好多嘢都交功課，即係你話如果贏唔到，真係個問題係幾大下嘅，即係要點討嘅話嘅。好，破壞咗一傳啦，做個修正。好，俾翻四號位，就起咗先啦。李山打又俾對方碰起咗啊！細細力撥，咁啊好在後邊手起咗。楊浩啊，四號位捉手啊，呢個波救唔救到？救唔到啦！咁啊！呢分好緊要啊！中國隊18-19啊！咁啊，最後一分，最後一分嘅，只係而家又合一分嘅。楊浩雖然少少啊，但係感覺上個力量係冇開頭咁好嘅。但係冇辦法，佢每一場波打嘅時間真係好長啊，都好少換佢休息嘅。前兩排又要跳嗰度慘，唉，又係難忘得分。嗱，生性啲啊，表現出比即係。外面擔心你嗰啲球迷咧，就係話你哋面對困境逆境波，你哋打到嘅，你打到一次，其實以後有呢個經歷嘅話咧，係幫到以後嘅關鍵賽事。如果你話又係贏兩局而輸三局咁輸贏咗波咧，呢啲陰影好耐都掃唔走嘅。所以呢局波咧對中國隊嚟講咧就真係好緊要。好緊要嘅，係對將來緊要。即係你話世錦賽咁，你攞唔到前四名，咁啊後八名，咁啊即係話五至八名，咁個影響其實都唔大。即係當然越好成績越好啦。咁但係為咗將來鋪路，嚟緊仲有啲重要賽事，亞運會嚇，亦都嚟緊2008年奧運呢個最大嘅目標。咁成隊波要喺呢短短時間之內要解決佢哋心理上高嗰啲問題，技術冇㗎啦，即係已經係發揮得幾好嘅階段㗎啦。咁同埋咧，就係一啲年輕嘅球員咧，即係喺呢個關口過咗咧，咁之後咧就順好多㗎啦。係啊，最緊要就係你打波經驗攞到，即係有呢種經歷，有呢種贏波嘅經歷，知道點樣去面對呢啲嘅困境。原來可以贏到嘅咁啊！好啊，睇下呢個籃網啦，亦都唔緊要啊，起碼捉到有人攔，佢打到落嚟佢好嘢。但係中國隊你只要做翻佢一攻順暢，呢局嘅氣勢冇問題嘅。即係頭先嗰幾個籃網得分真係好緊要。一傳冇咗，靠啊楊去搓波啦，想打捉手啊，對方救起咗。好，調整過嚟呢邊。中國隊咧做個防反先啊！好，楊浩打個中手出界啊！楊浩要佢大力打翻落場區裏邊咧，可能冇局初咁冇噶啦。但係一路都真係好懂得利用呢個打手出界，即係有手比佢咧打咧就唔同啊！嗱，咬轉上冇問題㗎，即係就算係即係打咁好而輸一局咧，頭先個教練都話唔緊要嘅。輸得起嘅其實，即係輸得漂亮嘅冇問題嘅。咁啊見到啊楚金玲，咁啊換出咧就發球啊，咁啊希望佢發球咧就幫到手啊。上到網啊，控起咗，哎呀！但係呢個波咧轉身慢咗啊。大家都係個招噶啦，而家穩陣啲俾四號位嘅話咧，就對住對方嗰啲籃網手去打噶啦。哇！好快亦都攞換。好快就換翻出嚟啊！因為始終劉亞楠咧後排啊幫手接一傳咧好緊要啊！個邊個換啊？劉亞楠都係一個位嘅，就係嗰個開波個輪次。又係最緊要頂得住，咬得到個一攻，到位啊！靚波，打到一個交叉。哇！李生幾緊張，驚球證判錯，俾咗你嘅啊，放心。因為戰術成功啊，即係睇下落手咧係點嘅啫。咁啊，又換翻阿周松咧，就
幫手啊，咁啊做咗發球。係，亦都後排佢係真係會穩陣過李生啊。前排今日個發揮就唔算太理想，不過佢需要復出，亦都即係一路去唔翻最好狀態，但係越嚟越好㗎啦。佢即係有寄望啊，我對佢。呢個波亦都太勁身啦！哇！呢個波咧就超曬手啊！即係後邊咧，阿周松手咧爭食餅啊！唔緊要啊，最緊要咧就自己咧就起第一次功嘅時候咧就一定要做翻好。一路而家都考緊佢呢樣嘢啊！亦都話一傳到位嘅話，馮坤夠唔夠膽去搏波？哎呀！呢個波好在救起咗咋～安全過網先啦，要好做開攔網，收正個四號位。哎呀，慘啊！可能就係輸呢一個來回分啊！做個二段攻擊唔成功啊，俾人拱翻過嚟，劉亞蘭都算生性救翻起嘅，但係嘥咗進攻餐屎嘅。因為始終咧就喺一傳方面咧，就唔可以怪得阿馮坤嘅，因為太網埋網。飆得滯，如果呢個波唔飆，我覺得佢俾阿徐慧嘅機會幾大下嘅。但你咁標嘅話，佢唯有都信自己有呢個能力搏一搏，做個美女梳頭。其實都成功有一半嘅，對方係要撲到埋起個波，咁係咁啱又起咗過嚟響中國隊嘅牆邊咧，係幾乎窄界，所以逼到劉亞蘭起得冇咁靚，即係幾狼狽下嘅啦。荷蘭隊個救波啊，但係有啲運氣救翻過嚟咧，又即係落邊線咁嘅位嘅，好大嘅考驗啊又。即係咬咗好耐嘅分數啊！而家俾人衝過咗啫，一傳又破壞咗啊！俾翻四號位，對方攔到，打唔打？唔打俾翻快攻啊！哎呀，呢個波咧唔上網咧就係搶波啊！變咗對方其實冇掂到個波噶，啊咁啊，直接落咗中國隊嘅長區入邊。佢話弊啦，你兩分咧就自己進攻咧就打唔死對方啊！咬唔住啊！好嘥咗頭先廿一平手嘅時候。好，一傳到，俾翻徐慧麗打個背揮，呢個波打得靚啊！不過你真係最慘係要兩三球先一球咁清脆嘅一攻啊，維持唔到一路，所以有時都話呢啲水平嘅賽事，你即係一次嘅一攻做唔到，就可能輸波。係啊，咁啊變咗就係話咧，比分咧而家拉開兩分，咁啊其實都幾危險㗎。比較困難啊，即係你唔係話成日個籃網可以咁生性。我一傳慢慢嘅啫，修正佢四個位，哇！呢個波仲打得靚添。哇！果然真係呢兩支喺呢次世錦賽表現都好接近成績嘅球隊啊，要用第五局決勝局去分勝負。嘅時候咧，就出現咗個差距出嚟啦。咁啊，始終咧中國隊咧就好掣肘咗一傳咧嗰個問題啊。咁頭先睇到咧就係第四局啊，差唔多咧就去到局中嘅時候咧，就係嗰一傳咧到位率咧唔高嘅，往往就係開到網咧就係米零兩米嘅，咁變咗咧就係馮坤咧冇機會咧去做啲小組嘅戰術啦。咁單憑咧四號位進攻啊，或者打啲短嘅背飛咧，都往往咧唔係話有效嘅進攻啊。你話呢兩局即係第三、第四局輸，亦都應該係因為你嘅一傳係確係曳咗嘅。咁但係就有啲可惜就係你帶住兩局，跟住第三局嗰個發揮咧，就係突然間喺十六分之後。係有啲叫跌鍋，嗰度可惜。咁同埋咧有個咁優勢咧，就係喺籃網得分咧係應該十七分嘅。咁但係咧就喺個優勢當中咧，中國隊竟然咧喺第三同第四局咧係輸咗波啊！係啊，今日幾多數字其實比起對波都嚟講係優勝咗嘅。籃網數字得分好嘅荷蘭已經想像唔到，真係好嘅表現。黃一梅亦都喺扣球個成功百分比高過上一場，佢亦都自己覺得打開心。徐韻麗其實亦都打唔曳，今日籃網好多得分亦都關佢事。反為今日咧就有些少就話守緊在幾個可能叫經驗好啲嘅人嗰啲老將，咁第一個要數咧就係周松紅，但你亦都對佢唔可以太大期望，因為佢亦都叫復出冇幾耐，你叫捱咗咁多場咁激烈嘅賽事咧，佢有些少跌鍋係唔奇嘅，不過要成隊嗰個嘅凝聚力點樣可以帶翻你隊波咧，就以後你可唔可攞到好成績嘅關鍵。咁啊，睇到中國隊咧就周松紅咧就會第二個啊就落場先啦，咁啊收起翻咧李生。可惜啊！第一個進攻係失分啊，煲在第一分啫。即係而家你咪當自己開波，對方攞一公分先啦。呢個要做好啦，呢個做唔好就冇辦法啦。不過呢一輪又要賺一賺荷蘭個後排防守個成功率好高。係啊，
咁啊，中國隊一個機會，哎呀，俾對方咧就捉到啊！咁啊，自己進攻球員啦嚇，佢進攻嘅時候咧，自己一定要準備做 cover。咁但係呢個波咧，中國隊咧，即係其他球員咧，好似啊唔覺得個波會彈翻轉頭啊嘛，慢咗少少。佢一傳到都啦，打個背快，哇！後面防得好啊，真係好嘢。但係咧就哇！你中埋你啊，真係呢個勢冇咗噶啦。對方打出界，咁啊，中國隊拎翻分先。咁如果呢個波打得好咧，就真係如果三分嘅距離就好大。好難打啊！依個十五分制，好在頭先個分真係人哋打出，跟住加上自己一個籃網得分，完全瓦解咗頭先個劣勢啊！睇又可以維持幾耐？中國隊你話，但係喺落後嘅時候衝分做唔到咩？佢唔係佢做得到，但係衝到尾段突然間又會冧一球咁都死啊！一傳就破壞到啦，打個開網扣殺，夠得靚，夠得靚啊！俾翻四號位，兩號啊，想打足手啊，中間唔打喎呢個波，夠膽喎！好，再修正啊四號位，攔到啊！但係呢個波咧攔到咧頭頂度啦，拎唔翻。穩波，但係冇辦法，因為呢個波淨黐住佢哋嗰啲手頂落翻嚟。轉個身都唔見到個波啊！咁頭先提翻咧就係徐運麗咧，好多時咧有啲叉燒咧佢唔食嘅，唔夠膽食啊！咁啊始終比較年輕球員啊。好一傳到，夠得靚啊！好修正去四號位先，照打呢個波打得靚啊！但係後邊荷蘭嘅防守真係好啊！呢幾局真係佢哋打得好啊！嗰個後排防守個率高啊，真係可以成功。咁亦都喺籃網上高咧，佢哋。冇咁易俾楊浩打啲足手出界啦，好多時候難得起添啦。好似呢球波咁樣就碰得起個波，跟住咧就後邊防守做咗修正，咁往往咧就係一個反擊咧就好有效率啦。好，做個交叉戰術，嗱對方就碰起咗啦。好，修正四號位楊浩，有冇足手？個波咧避守啊，有啲可惜啊。冇，唉，慘啊，輸呢份。不過楊浩係。明顯地，頭先打嗰幾球已經真係最後嘅力都好似出埋嚟咁滯㗎啦。幾難打嘅呢個波，因為波咧升到去咧就差唔多三米線啊，咁啊好長個距離，咁啊冇乜助跑添啊。好一傳到，陳偉麗打，你對方攔到落嚟。咁啊，荷蘭隊有個反擊機會啊。慘啊！又開始有些少缺口喎，頂咗三分嘅，即係落後2-0，個勢上到嚟啦。咁但係而家又開始俾人拉開啦。不過始終睇到咧，暫時咧嚇荷蘭隊咧中間嘅進攻咧就係壓到咧就係十七嘅徐文麗，往往徐文麗咧就跳一跳先，然後先再移動過去咧去攔網，咁啊相對就會慢咗啲啦。會啊，去到呢啲叫緊要嘅關頭啲關鍵時候咧，嗰啲嘅年輕嘅球員咧係更加會即係控制唔到自己，人哋一摁佢就跟跳噶啦。係啊。未必會判斷到嗰個波咧，就話其實一個好好機會做快攻，就算開網佢都唔理，佢諗唔到噶啦，照跳噶啦，即係冇咁冷靜啊個處理咁所以咧，其實而家需要咧就係可能要同中間嘅徐雲麗咧要講講，就話定啲嚟啊！對方嘅主力球員係邊個？咁大家咧望唔望咧？咦，十二號嘅費娜咧會進攻多啲嘅，咁你睇一睇佢，真係唔好信咧對方咧個快攻會跳啊！好啦，呢邊咧就好耐冇俾啊徐雲麗打短波啦，其實。一定要對方要信佢要打，咁啊先可以做個掩護啊！我睇呢個進攻嘅時候咧，中國隊個攔網咧，徐雲麗咧會唔會咧就係會攔到咧對方嘅四號位啊？啊，四號位進攻，哎呀攔就攔到噶啦，但咧就啱啱啊打咗咧就係中國隊嘅二號位球員啊個手頂啊，咁啊應該係咧就係馮坤嚟嘅。留下兩分，但係唔係輸緊，要睇你個心態啦。起得靚，楊浩真已經咬緊牙根，俾到佢靚啲嘅波，佢交到功課啦。你俾到冇咁靚嘅波，而家佢處理能力會降低咗，因為實在個爆炸力咧係跌咗啲嘅。即係到咗差唔多位置咧，俾佢打咧就係冇問題啦。好，楊浩發球。傳起到啊！後排進攻，威爾呢個波咧就差起咗，俾翻機會咧荷蘭隊，但係荷蘭隊送分啊！呢個波呢個真係要講多謝，因為而家都幾驚佢哋可以打到啲高點強殺，一啲牌佢哋
喺搖位亦都攞分幾頻密下。因為頭先睇到咧，就係徐慧麗氹定啦，真係聽到我講咧，佢話：，誒，我要攔你十二號球員啊！咁所以咧，逼住佢咧，就係個波咧冇位打，唯有打出界。攔到，哎呀！這個球呢個波咧有啲可惜啊。攔得唔錯噶啦，最緊要時間啦。咪亦都撳到，但係爭咗少少，即係向下嗰個力度啊！但係輸啲分數真係唔緊要嘅，最緊要就係自己嘅第一攻啊！做好先，哎呀太埋網啦！但係埋網咧有好處啊，因為中國隊二前手啊馮坤啊身材比較高啊，1.83米啊，咁啊最後波咧第一時間處理過去。呢個決勝局咧就係冇呢個嘅技術暫停嘅，但係咧主即係教練方面咧主動地有兩個暫停可以叫。而家咧就暫時都唔用住咁啊，等轉場嘅啫。八分轉場，坐金令咁啊！呢個發球咧有威脅啊，要一傳到啊，後排進攻啱啱打手頂啊，記得改變方向啊！咁啊，後排防守住咧自己嘅接發球嘅進攻啊！咁其實中國隊咧就可以拎翻第一二局嗰個氣勢啦。如果喺尾段你能夠咧喺自己發球嘅時候咧做個攔網拎一分，咁已經係將個比分咧拉開咗啦。好啊，先睇個發球個威力制唔制到出嚟先啊！中國隊起到嘅，冇錯啊 ，keep 住啊，第一次攻，咁呢條波咧有啊，打彎攬啊，打個背飛。哇！試下隔離即刻就換一換出嚟，仲係提一提佢。即係跟住落，仲有好多機會佢要攔網嘅，就講緊雲斯克。一傳就破壞咗啦，起翻四號位，哇，打得靚呢個波！即係細估唔到佢打嚟咁斜線，因為呢個波係一個修正球嚟嘅，下手升嘅仲係。佢已經唔大貪㗎啦，靠下手腕啊，吸腕打落去啊！黃一梅準備佢陰波添㗎，走咗上嚟準備起嘅。一傳就有啊，俾翻黃一梅。啊！俾對方咧倒截到，碰起咗啊！做個反擊，出界嘅球證啊，有冇吹到咧？應該冇啦。咁啊，好明顯個波出界嘅。咁有冇掂到手咧？咁啊，要睇下球證嘅。係啦，球證應該最近啊，可以係睇得清楚啲。啊，判咗俾中國隊嘅。但係頭先有啲危險，就係對方做到個防反，嗰個打失啫。啊！破壞咗對方一傳啦。修正四號位，哦，又出界。佢哋都有啲急，其實荷蘭一樣嘅啫。越想贏嘅時候，越想打個靚波嘅時候咧，好多時個動作就變咗形。咁啊，去到呢個時間咧，就邊一個咧冷靜啲咧，處理啲波咧比較咧就成熟啲咧，就有著數啊。咁所以都真係好醒啊，先解教練喺呢個時候停一停，因為對波係有些少咧。是個急躁的情況出現，係啊，即係好似頭先十二號的球員啊，阿費拿咁啊，打亂個波咧，失咗之後咧，自己都好敏啊，咁啊，其實斯尼加教練咧好有經驗啊，俾自己球員咧停一停先，啊，冷靜一下，咁啊，處理好第一次攻。咪中國隊呢邊都要冷靜啊，咪尤其是咧就希望一陣亦都靠一靠今日幾生性嘅攔網咧，去衝一分，衝到一分嘅話，其實就穩陣咗噶啦。一已去到10-9嘅領先啦。咁啊，反觀中國隊，黃一梅嘅發球咧，哎呀，啱啱我想講嘅就係要穩啊，啊，唔可能咧自己失誤啊。失得都幾緊要添啊！呢個波真係開咗落網底咁滯。因為暫停後咧，呢個好緊要嘅，啊，唔好話暫停之後咧，好多時球員咧就會放鬆咗。好啦，傳到一攻就唔衝得啦，打翻個交叉戰術啦。同埋周生豪。咁啊，唔單止咧喺前排嘅進攻要好啊，喺後排嘅接發球啊，同埋 cover 咧，一定要留心多啲。呢個波都唔易打，可能雖然幫佢拖空咗一個，但有兩個係夾埋嚟，但係個山嘅閘係慢咗啲。一傳就破壞咗啦，唯有修正嘅四號位。哇！但係呢個波咧開網打，個時間咧恰到好處啊，打下長線。11-11，咁啊，大家咧一分一分咁咬上去啊！佢一傳到，徐雲麗咧掩起咗四號位啊，
楊浩打咧就俾對方起到啊，唔緊要，仲有一個進攻機會啊！呢個波就破壞到啦，好安全過網先。中國隊組織嘅戰術先，一樣照板照個快攻嘅掩物前移啊，咁但係對方咧起到嘅，但係呢邊啊14號球員啊，斯史泰倫咧打個捉手出界。咁呢分波咧對中國隊咧影響幾大，即係自己嘅進攻咧有三次嘅，咁都俾對方咧就係堵截到啊，咁啊最尾仲要俾咧對方4號球員啦，斯史泰倫咧打個捉手出界。真係好奇怪啊！即係呢三局都係臨尾嘅時候咧，係有啲慌亂嘅情況出現喺中國隊身上。即係可以話咧，即係成局波冧曬，又冇乜嘅，你話對住即係俄羅斯嘅第一階段嘅賽事咧，就真係冧到即係唔似樣。但係呢場波佢又唔係咁嘅情況咯，即係改善咗，但係改善得唔夠啊！臨尾又發生咗。有時咧就兩個差絲波啊，荷蘭送俾你㗎啦。咁但係咧組織方面咧，往往就係喺進攻就俾對方咧堵截到。我睇呢個進攻點啊！周松打拉線網啊，有啲暈啊！真係有啲暈呢個波。咪嚟到呢啲嘅分數咧，都係枕住俾一啲經驗好嘅球手打為多㗎啦。所以周松唔俾人睇緊嘅機會亦都大啲嘅。哎呀，弊啦，自己發球失誤啊！咁啊，呢個影響幾大嘅。邊會中啊？咁但係唔緊要啊！咁啊，呢分啊，當對方咧進攻咧就拎你啫。咁自己嘅進攻咧一定要咧打翻穩。不過真係有啲嘥啊！即係呢段期間，中國隊嘅一攻又唔係咁穩陣嗰度弊。起靚先，第一個。阿全到啊！楊浩想打中手出界啊！俾翻機會咧，就係荷蘭隊修正四號位，夠到啊！好啦，修正後，哎呀，有後邊咧劉亞楠救起咗先，再嚟一個又救到，啊！防守真係好啊！真係好！哎呀，反攻啊呢邊啊！佢真係打好，打得好啊！四號嘅斯史泰倫咧就打個直線啊！呢兩分咧全交佢啊！守起對手嗰啲嘅強攻真係守得好啊！佢唔係話偶然嘅喎，呢三局佢哋個地面防守完全係俾到咧，大家睇到頭嗰兩局就反而真係有啲出奇，或者點解即係唔係話明顯咁進步咧嚇？跟住睇到啦，好一傳就破壞咗啦，啊唯有四號位打個長線又夠起啊，修正波，哎呀仲打埋啊，避開手啊，咁啊冇得傾，確係荷蘭喺呢三局係值得贏嘅一支球隊嚟嘅，呢個無可厚非啊！不是靠運氣的，咁亦都咧就以15-12咧就贏埋第五局賽事啊，3-2的局數就擊敗了荷蘭隊。咁啊，要讚一讚咧，就係10號的雲迪安倫啊，呢個自由防球員咧真的很犀利啊，幾個進攻咧都是靠他咧去起到的啊。哇！咁啊，真係又出現一次是贏兩局。就倒輸三局，出現得太多呢個情況啊！對於成隊球隊的打擊咧，我真係反而係擔心嘅地方。即係呢次嘅賽事，我哋對中國隊嘅包袱其實已經即係大家都放開曬嘅，即係話唔緊要啦嚇，入唔到前四，咁啊去到爭第五、第八都好，咁亦都唔好俾自己咁多壓力，硬係仲係有呢個情況會出現啊！咁你話係咪解決咗啲咧？係好咗啲，但係未係完全解決呢個問題。我亦都真係學得好嘢啊！呢兩年冇贏過你嘅，我就係呢個咁重要嘅賽事石錦賽，報曬仇噶啦呢場波。係啊，咁啊都要讚一讚荷蘭隊咧，嗰個真係防守個反擊能力好強啊！頭先我已經提過啦，十號嘅自由防球員咧，雲迪安倫啊，真係呢幾分啊，全靠佢喺後邊報曬後邊嘅位置咧，係做個防反嘅。所以荷蘭隊方面絕對值得攞呢個小組嘅第三名啊！我可以咧就即係穩陣地入去打呢一個嘅第五至第八名嘅名次賽。咁啊，中國隊咧就都未絕望，因為可以計呢一個咧嘅得失分個比率。因為場數方面咧就同德國隊係一模一樣嘅。咁大家都係咧就叫做贏3場就輸4場嘅比數啦。
美國隊都係，但美國隊個比數已經係稱輸咗俾德國。而家要睇咧，中國隊同德國隊嘅得失分個比例咧，就去到計。不過有啲著數，中國隊因為第二局贏個分數咧係比較大，咪亦都喺第三、第四局同第五局咧輸嘅分數唔算距離大。係啊，咁即係話中國隊咧就好有機會咧，就係計分咧就計到第四名嘅出線。